身旁，大家迎接财神到。难看，录一段，决定112，好，完成。想说回来就可以把垃圾全部都丢掉，结果呢，居然连家里楼下的垃圾场都要修到初五。OK， 好啦，但也是，如果这几天不封起来的话，大家把垃圾丢下去，我觉得我们家垃圾场应该蛮可怕的，毕竟也是蛮悠闲。我妈以前都会一直被我爸妈说，你这金色。保持左侧前往三民路桥。因为我妈就是很爱上我妈，就跟我一样，就是工作狂。其实也不是工作狂，我觉得是她就是嫁到我家之后就已经习惯这样子的人生。就是我阿妈从以前是过年就都会一直就是有开店做生意，所以她就承袭了这个传统。她平常很少在公休或什么的。然后我爸想要约她出去玩的时候，她就会说不要。所以说你算是继承了你妈的爱赚钱跟你爸的爱花钱。对，你要大杯对不对？对，半糖少冰。你要正常。正常。嗯。哎，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哎，乌骨鸡面线，麻香乌骨鸡面线，所以是有点类麻油鸡吧？它是汤面。对啊，它是汤面啊。哦。你鸡可以给我。你觉得我可以吃炒手吗？炒手里面是肉，应该是可以。好看的，嗯，对，然后但是它是有在捷运上面吗？它没有在捷运上面，它下面应该是在它那个空桥，因为它有个空桥哎。你写是不是变成小贩？也没有吧，觉得好像都一样啊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鸡胗吗？就是呢，因为我今天等一下要拍片，加上我过年吃太多，我就想说，不如我来点一个类蛋白质的东西。我本来是想说点红油炒手115块，但后来我去点菜的时候就发现说它居然有一个鸡胗110，那我就点了。我现在心情就是我为什么不点红油炒手？它超小份呢。我们现在觉得我的肩膀，左边肩膀上面的黑衣男子，疑似是我的朋友网友，就是哦，我们好像没有真实的见过面的。那你这段不可以剪出来。如果一辈子只能喝一种手摇饮，你会选择汽水的红茶呀？但是有人会帮我付钱吗？那可以免费的吧？当然啊，贵的要死。你也知道它贵的要死。贵啊！你不要在镜头前挖鼻孔吗？没有，再把鼻毛插回去。徐子凡吃春水堂没带钱。瓶子蛮漂亮的，要买吗？可以啊。有苹果酒，两个。那你等一下会喝给大家看吗？等一下就要喝吗？不用啊，回到家再喝，不是说等一下。我要去搅咖啡豆。所以现在任何一种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对对，现场。哦、好 ，OK。我现在在做7折优惠，所以都卖完。OK， 好，没关系。好酷哦。居然收奥，只收猫猫，真的没有别人。猫猫 QQ， 猫猫 QQ， 我以前最想要当泡泡。你猜我们在那个卡迪卡乐卡迪乐迪，嗯，对，你猜我们花了多少钱？400块。800，这个好像400多。没错吗？你知道那个苹果酒多少钱吗？180，很便宜啊，很小哎、欸。但美酒本来就是比较贵。我们家好酒哦，因为我们家通常都是买那种 Seven Eleven 的瓶装酒，比较少买这种回家。我就是那种三分钟热度的女人，闭嘴。右转南凯路一段。妈的，跟我抢话哎、欸，气死我了。
只有你不会跟我讲话，因为你不会跟我讲话。我今年还没买刮刮卡，等一下可以带我去买刮刮卡。接下来要去我的第二站，今天要拍片，今天才买。行驶一公里后，请回转。大家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久违的神主牌，但是，我要讲什么呢？嗨，大家，如果回家我太胖的话，你可不可以调一下比例，让我看起来比较瘦？不要。你要买吗？这感觉很赞哎。不要。很适合你吃哎，这感觉超肥。里面有一个东西会说要，对不对？不一定。你觉得要买这个炸虾还是这个炸虾？你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好吃？我觉得小的看起来比较好吃。小的很贵。哦，那它可能。你真是懂选哎，小的贵了200块。那看起来就比较好吃了。OK， 好，去找罐头。你要不要先拿去放？要啊，当然。矮鸭腿吧，因为没有叉烧。试试看好不好吃？要吗？你觉得怎么办？我再看有没有别的肉。我希望买到鸡肉罐头。对，我要鸡肉罐头。好，我要鸡肉罐头。那我觉得是不是买这个比较适合？对嘛，你是没有要调味的鸡肉吗？对啊，因为你看哦，它这个的碳水化合物非常的高，但是这一盒的话是。它就是只有蛋白质跟钠，这个钠超高的，那两个都好有兴趣哦。不能买那么多了，就挑一个吧。我觉得挑这个好了，因为它是清鸡肉，就算。所以说你可以调味，所以你之后可以自己吃。对，我问一下王庭宇好了，我现在 call out， 最后是鸡胸肉获胜了，鸡胸肉获胜。好，来吧，走。我才买完就好累。过年不是就是要睡觉吗？盒子在哪？前面。这边吗？对。是那一排吗？后面那排。后面那个白色。那一个吗？嗯。它就是用牛奶加菌种做出来的。我手上这个 cream cheese 呢，它就是牛奶加上。我手上这个 cream cheese 就是牛奶加上乳酸菌加上盐做出来的，所以它非常的天然，很 pure 到爆。然后卡通里面大家有看到老鼠会跟老鼠配对的那个吗？你知道吗，先生？会跟老鼠配对都会有个 cheese 立体的，三角形，对啊，三角形的那个，那就叫艾曼达。为了凑免运费，
么蚊子吗？蚊子，没有，没有，有有有，这里这里这里。你去拿那电蚊拍给我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在哪在哪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你盯着它。我盯着它。它在哪里？啊，我看到了。给我。凡事小心，一向机为重。我这样会弄到那个食物里面吗？啊，也没办法啊，我帮你防护，你就直着下去。好，下去喽。好。有有啊？什么？好像有耶，因为我们有有有有有在这。耶耶！吉妹，不要吃蚊子。大家都跑来跟我分享俊浩哎，他的自拍是不是很性感？很色啊。它会很色哦，它很色啊，它是不是不高，还是其他人太高？应该是其他人太高，其实它身高就是正常。啊，你昨他昨天说跳回来的那一首是什么？那是旧歌，叫什么 ？My House。现场的，那俊豪是怎样？他就很棒，他太完美了，又会唱歌，又会演戏，长得又好看。妹，快点来！哇，大家都在画面里了，大家都在画面里。你要睡觉了，弟弟。吃饱就睡。